险则不惜观察到他的女儿秀秀在弹练习曲时，最后越弹越快，越大声，感到无聊厌烦的心情。所以此练习曲在最后也越快且越大声。唱奏巴纳逊是因为意大利作曲家克莱门蒂写过的练习曲《登上巴纳逊之山》，因为练习曲虽单调，但能练得好，就会如同登上巴纳逊之山一样，会更进步。我希望我练琴也能像登上巴纳逊之山一样，可以越弹越好。谢谢永旭的表演。